纳鲁并未遗忘我们，不要失去信心，胜利就在眼前。 我不再是马里苟斯的奴隶了，所有挑战我的人都会被消灭。我绝不会落到下风。我欠你们太多了，等到我们一起战胜基尔加丹。 等等，朋友，送这个恶魔下地狱之前，我还有事要问他。恶魔艾维娜在哪里？卡雷克发生什么事了？可笑的蜥蜴，你来这里只有死路一条。告诉我他们的下落。 真弱！快说，我不耐烦了。
要碾碎你。马里苟斯，主人，我尽力了。真有趣，但我还在等待真正的挑战，来试试看啊。小羊们，干得好！现在开始，有意思吗？我有很多很多商品。再会啦，古罗马的朋友。吉尔加丹万岁！反对的人都去死吧！我离得太远了，吉尔加丹会胜利。马卓狗杀的命运不该如此悲惨，你们尽了自己的本分，但这场战争还没结束。痛楚、堕落、迷惑、憎恨、猜忌、混乱，这是一切的基石，这是一切的支柱。沙克雷西，德瑞。
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牺牲的手下都被打倒了，无所谓。我现在要完成连萨格拉斯都做不到的事，我要榨干这个悲惨的世界，让我成为燃烧军团真正的主人。末日已经到来，让这个世界开始毁灭吧！你们不是孤军奋战。蓝龙军团会帮助你们消灭欺诈者。敌人就在你们当中。我现在只效忠于主人。我会把力量导入宝珠里，做好准备。永别了，我挚爱的安维娜。即使只有少数人会记得你，但你改变了命运的轨迹。曾被腐化的，现在又回归纯净。英雄们，别让他白白牺牲。凡人的英雄们，你们今日的胜利实现了古老的预言。我兄弟被击败的痛苦哀嚎将在整个宇宙回响，带给所有仍在抵抗燃烧远征的人们新的希望。燃烧军团彻底败亡的日子又更近了一步，你们已经从战火下拯救了无数个世界，你们应当为此而自豪。就如同这天标示了一场终结，它同时也宣告了另一个开始。消灭的生物安卓普斯曾是一名高贵的纳鲁莫鲁，生前莫鲁引导了圣光与希望的广大能量，而曾有一段时间，有些迷失的人们试图偷取这些能量。我们的傲慢是无法宽恕的，我们竟然加害于一位如此高贵的存在。
这样的罪孽永远也无法弥补。然而幸运的是，我们从他陨落之处取回了高贵纳鲁的生命星火，只要信仰仍在，希望就永远不灭。年轻的血精灵，可以吗？注意看着，凡人，看着莫鲁的心，纯洁无瑕，沐浴在造物的圣光中，如同佛晓晨心。随着时间，其中的圣光与希望将不只是力量的源泉，而会让更多事物获得重生。或许他们也能让一个国家的灵魂重生。赞美先祖，我感觉到了那么多的爱，那么多的慈悲，没有言语可以形容。救赎孩子，他在等待着我们所有人。再见。